可以去研究，佢一定即係如果你仲可以升票，我就真係好難。好難解釋㗎嘛，係咪啊？唔係，咁佢嘅說法就係因為政改支持咗咯，而且佢哋通過咗一個一人兩票嘅方案，就為民主令到民主得向前踏咗一步。你知唔知？又要講多次佢哋咩？一人兩票咩？香港不一樣啊嘛，嗰個口號。我好老實講，呢個唔係口號嚟嘅，呢個事實嚟嘅。嗱，係啦，香港民主運動搞到面目全非啊嘛。嗱，我好老實講啊，即係我而家即係送翻啲嘢俾民主黨啦。如果你夠膽用呢個口號，而家用啊，用緊啊，用緊啊。哦，咁啊真係一人兩票，香港不一樣咯。咁啊真係你從此不一樣定唔知點樣啊？咁啊真係有趣啦，真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就係事實，就係不一樣啦，不一樣就係差咗啦。嗱，即係不一樣，都幾難令人想象喎。如果佢嘅判斷係覺得呢個一人兩票係可以，但因為我唔知道啦，佢以為可能好多人buy啦，但係同樣地係會成為話病咯，最大嘅攻擊。係啊，最好你真係啱啊，真係傻，都唔使嘥個時間啦。其實一個胡志偉嗰個街站咪成寫住嘅咯。佢完全個論述得呢個咋嘛。所以其實我哋所有嘅後即係疑似候選人即係積極考慮參選人呢，第一句就應該同佢講係民主黨覺得冇錯，不一樣，一人兩票香港不一樣。如果唔係咁呢，我唔會出嚟參選，係即係我會坐順風車等你開車帶我哋走民主大道，帶我哋去目標。但係因為咁樣，佢哋好似以為一人兩票就好似等於政府本來派6000而家 double 變派萬二一樣啦，好似好大偉大政績。呢個又可以講落去，而家唔係話派6000變派萬二，如果真係咁大家就會選你。你6000蚊你之前都反對，都想反對，都想反對嘅，即係呢啲乜嘢都邏輯曬，一個波掟過去就得。唔係，同埋佢點會咁蠢嘅呢？即係將佢自己最容易俾人攻擊嘅嘢點拎出嚟？佢覺得呢個係佢最強嘅。卿姐，你唔記得立法會講啲兄弟卿姐主導嘅？最好你幫我話俾人知，我哋民主黨爭取到一人兩票嗰啲係嘛？我最驚人知，你最好喺我側邊。要揾阿醫生辦啊！喂，買佢咁似，下次應該去辦啊，或者兩個兄姐。唔係啊，醫生口碑再度鬧交，唔係人格好喎，人格分裂。兄姐舊兄姐係啦，我係分階。你個分階係咯，係啦，識轉大唔識得喎，係啊，可以幫你寫。而家寫好，就呢條橋又搞掂。兄姐照鏡，我哋有一幕呢個一。選民力量嘈嘅，有幾下嗰啲咧舉左手，你又舉左手，舉右手嗰啲咧。喂，講起呢、這個民主黨嘅失票咧，我今日喺頭先呢個723燭光悼念晚會咧，有個我哋熱心嘅支持者咧，佢自己都做咗一個簡單嘅數據出嚟。咁呢度可能睇唔清楚㗎啦，太細隻字。但係我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係、是、其實佢將民主黨同埋民協喺好多區，即、就、係、是、主要嘅嗰啲區議會區域咧，嗰、那個贏嘅票數，即、就、係、是、上一屆區議會嘅得票同埋佢贏對手嘅票數咧，就羅列曬出嚟。咁、我哋都有嘅。係啦，咁呢啲當然我哋人民力量其實都有做嘅呢個 official 嘅數據啦。不過再次感謝呢位支持者啦。咁就應該夾到蔣越南贏57。阿勝哥，咁啊多謝曬你。咁啊，其實咧真係民主黨同民協贏對手不超過300票嘅區議員咧係多的是。即係如果簡單啲講，佢自然流失咗呢幾百票咧，即都已經可能冇咗佢一半議席啊。以福來呢次咁樣嘅補選咧，你如果低過300票，你隨時一 swing 就係啊，一 swing 已經冇，因為你低過300票都要抹一把汗。係啊，500票又另一個 level， 跟住300票係比比皆是，好多區都有。咁即係原來係根本係不堪一擊嘅，所以大家聰明嘅選民。呢一屆區議會真係要懲罰佢哋，不論有冇人民力量或者有冇其他泛民主派政黨去所謂嘅追擊或者同佢哋對選都好咧，千祈唔好放過呢個機會。你投白票也好，什麼也好，你一定要藉住呢次區議會選舉懲罰民主黨一鑊，狠狠的。喂，有啲選區都幾得意喎，即係收到風啦，唔知係未求證，而家即係大家都係積極考慮啫。會有選區咧係會有民主黨、選民力量、新民黨。同埋傳統親中陣營，四個人去爭一區位置，我都未知啊！會發光個區咯，會發光個區啊，係啊，即係南區一個戰略重地。哦，知道啦，明解明解。哇，呢個真係咁啊，真係大戰，真係遍地開花，大家係有得選擇。我覺得呢啲最好玩，亦係選民可以最多選擇。即係一當然咩先，要講翻咪住先，講翻一句。當然頭先嗰個阿萬邊個説法咧，當然嗰四個政團都係積極考慮啦。唔計啦，即係佢都未講，而家唔小心啊！而家唔係，所以就八卦新聞啫嘛。唔係咁嗱，呢個就體現咗呢個民主選舉即係個多元化，因為一個。